2016年，北斗电鳗慈善功德会结合中华地区社团的力量，举办“齐心做公益，互爱传出去”演唱会，受到各界好评。今年2017北斗电鳗慈善功德会再度扩大举办公益嘉年华，邀请中华县60族群前往参加，互因感受到社会温馨关怀。本公司新疆所谓有线电视公司也响应这个活动，共同为60团体尽一份心力。来自全国各地慈善团体和弱势家庭，九月初九早起，拢来到北斗国中参加这由北斗电鳗慈善会所举办的公益嘉年华会。北斗电鳗宫是中华地区历史悠久的妈祖庙，为了发扬妈祖慈悲为怀，照顾弱势情怀，电鳗宫嘛伫顶个月正式成立慈善会。首先办理的就是这场2017齐心做公益，互爱团久久公益嘉年华会。办咱这个电鳗。北斗电鳗慈善功德会吼，咱这个卓创会长吼是非常热心，伊的人脉嘛非常多吼，我是这个代表咱电鳗宫吼，甲咱创会长吼，来大家趁机安尼尔啦，上这个场面会当做到这大，嘛爱感谢咱的创会长有心，咱嘛是以妈祖的精神，吼会当来介为社区，吼为地方来尽一份的心力。今仔日非常欢喜，咱这个社福单位，踊跃来甲咱参加，今仔日要来报名，有报名要来参加的，有1600几个，咱非常欢喜，咱平常时跩囡仔因较无这个机会通出来外口行行佚佗，咱借着即届公益活动这个机会，甲邀请。欢迎你当出来行行。活动中，立法委员王惠美甲洪宗业嘛拢来到现场，除了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以外，嘛希望会当有更加侪企业甲单位，嘛会当共同加入照顾弱势族群的行列。这个中华县内啊，十外个这个慈善团体啊，拢该邀请来到这，有1600多人哦，佮加上咱真侪志工、真侪出钱出来跩好朋友，所以会使讲现场哦，非常的这个热闹。包括嘞，咱的这个舞台、电光、音响等等嘞，歌星嘞，拢真侪人来赞助，才有法度促成今仔这个活动。咱拢在北斗电鳗宫啊，会使讲信奉一个妈祖，也会使讲妈祖是咱南中华真侪人闹这个共同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像领袖吼，那会使讲透过咱这个电鳗宫的慈善会，充分甲妈祖慈悲心、关怀心，甲发挥关心咱更加侪弱势。这个北斗电鳗慈善会吼，在今年7月才成立吼。第9月哈就举办这么大型的关怀弱势的活动哈，叠加我们对北斗电鳗慈善会致上最大的敬意哈，透过电鳗慈善会哈举办活动哈，号召更多有爱心的人一起的来参与哈。为了要表达对弱势族群的关怀，本公司新疆所谓有线电视嘛，加入这个活动的协办厂商，在现场准备了好食佮好耍的单位，为中华县弱势族群尽一份心力。咱新疆所谓有线电视公司呢，有法度前往到咱中华较南边吼，来参加咱北斗电鳗宫公益慈善会这个爱心的活动。徛伫咱一个企业当然大家拢爱献出着爱心，同时呢，上界重要就是讲咱借着咱新疆吼这个媒体吼，有法度把咱这个爱心吼传播给咱中华县每一个所在。做爱心的这活动，现场精彩节目，阁有各种好食、阁好耍的单位，予参加的乡亲会当尽情享受这快乐的假日。新中华新闻北平林报道采访报道。